黑夜也会怕我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那能行吗？不玩了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一会儿再看啊，别着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一会儿再见分晓啊。先来一把威恩。每当对面拿出盖伦还有落手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一只威恩来解决。还行啊，吃到经验了，可以接受。哎，哎呀，生了！好在圣灵中，趁黑出动。他们家什么打野？螳螂打野，还行啊。点走，一个刀也别让他吃啊！他只要敢上来补兵，那就是半管血。学个艺，哎呀呀，操，这个平 A 没卡好，兜开个盾就可以啊，没关系。他如果把闪交了，永远也进不了我们的身儿，明白吗？螳螂来了，跑，假装跑了，其实不然，往厕所一待，他绝对不知道我们在厕所。你大爷的！哎，这个老螳螂，哎，像个精神病似的。非得打我个闪，讨厌死了。我们家队友呢，打野呢，那半天，你说人家来上路来这么长时间，你连个蟹都打不死，完事还死了，你可别死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死了咱俩可没完。这菜呀，真是忙也不帮，也不刷，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人在干什么？我闻到了黑魔法味道。草丛使者呀！我是塔杀，没关系，碰不着我。兵线还回推了啊，可以。兵线又往回推，我们还是塔杀，非常的 beautiful 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先来个海妖杀手，再来个羊刀。越塔 A 我一下，爽吗，兄弟？呀！是什么情况能让塔下拥有两个炮车呢？没事，这两个炮车知道就行了。
这完了，这些小兵一个都补不着，我操了。还行啊，还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，太难了。哎，我是没点攻速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还好还好，两个车补着了。没血了，哎，点个盾吧，摁个盾吧，这波不摁盾可能会死。他除了点烟能打着我以外啊，点烟跟闪现打着我以外，他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打得着我们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换路，他这辈子他都玩不了。攻速好慢啊，我感觉抬手动作有点慢。下边盖轮有闪现啊，小心点，有可能想秒我们，先回家。塔刀先学学别人，兄弟，不是说我们塔刀该学学谁，是维恩这英雄塔刀就这么费劲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你说这英雄塔下怎么补刀？没有能重置普攻的技能，也没有能电刀的技能，就只能平 A， 一共就一个扣。正午箭袋不行，我们得要个皮鞋，不能让这盖伦移动速度能比我们快。而且那防御塔 A 兵还好，关键是那小兵跟防御塔一块 A， 那你就有点难补了。那塔砸一下小兵 A 两下，塔砸一下小兵 A 两下，你这边你也补不着。嗯，那盖伦呢？挂机了。不会吧，这就心态就爆炸了，这他才死了两把，他都没死多少把，不至于吧兄弟。小心点，除了威音其他所有英雄都有 AOE 是吧？有没有没有 AOE 的英雄？乌迪尔也有啊。你来，哎，来接来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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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哎，哎呦我操，你是真能抢，兄弟！
你要抢人头还抢兵，俺俩指定没完，听见没？俺俩指定没完。你，我觉得你已经够了啊。好像确实只有维恩没有 AOE。 巨魔没有 AOE。 哎，对，巨魔没有 AOE， 对不对？走了，别追了，还追呀？精神病是吧？来，给你追来。巨魔的 E 呀、啊，巨魔的 E 也算 AOE 啊，那也行吧。先来个狂怒小刀，那好像就没有了，没有其他的。塔姆可以吞兵啊，塔姆啊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其实。那盖伦挂机了，克烈变小抠，克烈就变大抠，他也有 AOE 啊，那抠不是 AOE 吗，兄弟？我今天不，救命啊！旁边怎么有个螳螂呢？给我杀来，给我杀螳螂！好、啊，盖伦出来了，盖伦啊，盖伦刚出来就要杀人。哎，盖伦怎么八级了呢？为啥盖伦八级了呀？行啊，这盖伦。没挂机呀、啊！哎呦，九级了！啊，不是挂机了，打野去了。打了八十个野了吗？那他家螳螂吃啥呀？那不对呀！他经验哪来的呀？我跟你们说，一共场上就这么些东西，不可能盖伦升级，别人也升级，一定是有个人升级，有个人不升。要么就是俺们家的野怪都被那螳螂打了，真是膨胀啊！这找盖伦的，刚出来就杀人，行啊，小老弟。噩梦来了 ，My name is You 的噩梦。嗯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他带到这儿，他应该又去带去了，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下。好的。
小伙子行啊，时隔多年不见，长脾气了，要杀我了，开始。AOE 就是指范围伤害，你要强行说有 AOE 就那种不是范围伤害的，就范关范围也行。那就为人没有了，那其他人都有。那女警的 Q 不是 AOE 啊，你给我在这刷什么屏啊，兄弟呀、啊，干哈呢？这玩呢？精神病是吧？一顿搁那刷女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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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精神病是不是精神病？我就得给你治治了，是不是？我带的节奏啊，我们就讨论一下吧。咱谁也不是傻子，你说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直播间傻子确实不少。螳螂出来，小心点。油呀！哎呦，好疼！这维恩现在打人老疼了，这英雄三枪吧，一半血，海妖杀手配被动，加羊刀。回家了，来个破败吧，下一个飓风破败。去打个红去，俺们家 AD 是啥女枪，狂风之力。跟我打，小伙子，傻了吧？我有盾，你有吗？想杀我？哎呀，这给我换啦！哎呀，这不应该呀！这 ADC 也不要命啊！破败，我觉得。破败出完，飓风跑得快。破败飓风幻影之舞，哎，无敌了！这三件装备一出，我跟你们说，咱不说一个打五个吧，打四个指定没啥问题。攻速一出了。不会吧，那把皮还换了呗。把鞋换了呗，那就35攻速呢，把鞋一换不就够了吗？速度得快。靠。
非得给我换。太脆了，我们先杀卢仙，别人就碰不着，就不脆了吗？不就可以了吗？下回先杀卢仙，杀完卢仙别人就碰不到了。那卢仙肯定是有点克我们的，这种英雄就是硬克我们，用虚区来灌死我们，由杰来找到他，这个应该不用我杀。哎，这什么东西这么痛？可以打大龙啊！如果对面不出来，我们就打大龙。我杀大龙也就20秒吧。我们现在开始倒计时，从22分50秒开始。我说你们还能让他跑了？这家伙不仅大龙没了，人儿啊，人没跑了，还行吧呢。我们打的卢仙也是很痛的啊。哎呀，好疼。还行，最后剩个主基地，来个飓风吧，先出个飓风。2.21，那攻速不会溢出的，我估计我出完这个叉子它都不带溢出的，也就正好2.5。我现在要是出点防装，我估计我们就无敌了。但是我并不想无敌，我只是想射得快一点。这里可能有人儿。可以，中路不行不拆了，拆下也行，先把那卢仙杀了先。别急上啊，这有红 buff。我们最好是别站那么前，站那么前容易让人集火，让对面来追我们，知道吧？往前冲的话容易死，保着后排打。哎，狂风之力可以。我就想知道俺们家队友到哪去了。你别回，那队友呢？
还撞墙了。开大宝呢？不开大宝咋整？那后边有个卢仙，他们只要能有人帮我把这卢仙给杀了就行。那能杀卢仙那俩人全他妈跑了，跑到中路去了，也不知道干啥去了。只要把他杀了，我们就无敌。这玩意儿呢，打我太疼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下一件出蓝盾，生气了。哎呦，电刑！他敢过来，他就死。就是这么快。中推呀、啊！又是你，哎，又是卢仙，来人帮我把这卢仙给我杀了！操你哥了，这个卢仙呐，真气人呐！这卢仙不行，我们必须得来个蓝盾了，让他打不动我们。那怎么都死了呢？来个蓝盾的小件去，让他打不动我们。哎呀，打我真的好疼啊！他不用，他就 A Q， 我们就半管血就没了。那一个 A 加个 Q， 半管血没了，再加两个平 A， 我们死了。没有人上，别上，那能忍得住吗？那没人上，别上，那能忍得住吗？那凭什么忍？凭什么忍？凭什么？不可能忍得住。把红拿了。又他妈是这个卢仙，右边是不是有螳螂啊？你别让我找着你啊！算了，忍一波。打大龙，螳螂死了。卢仙只要一死，游戏结束。给我追来！我怎么死的？哎，为什么我隐身他也能看见我呀？哎，这是为啥呀？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。我没有 A 呀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给你看回放行不行？我给你看回放都可以。这个盖伦要么就是隐身之前大的，他这判定有问题。要么就是 bug 了，他刚才大那一瞬间我是隐身的，我没有出来。快点的，一会儿没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打这半天打不完，打不下来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呀？这我剩个主基地，这辈子也拆不下来了，是不是？
怎么回事？打大龙啊！剩个基地，我拆了，速去大龙，把大龙赶紧打了。剩个老破主基地还拆不掉了呢。几个人？可以，游戏结束。赶紧完事儿得了，这哎呀，磨磨唧唧的，你说。换首歌，这什么歌？这是这把偷下来